被谈钟嘉欣结婚，林峰话你问翻佢啦。林峰、杨怡、陈莹等人日前就出席美容产品嘅颁奖礼。阿峰啊，前日去元宵节、哦，你有冇同女朋友庆祝啊？冇啊，同你因为呢排开会多，因为演唱会仲有两个几月啦，所以而家好多好多新嘅元素想擺落個演唱會度，所以仲要開好多次會。陪少咗女朋友，做嘢重要嘅，冇做嘢重要咯，係啦。我呢排又食唔到嘢，湯圓又食唔到，冇辦法。係咧，阿峰，聽聞鐘嘉欣有咗三個月喎，仲會喺今個月月尾補擺喜酒添，你有冇留意先？睇睇你啲報道咋，係啊，睇完算嘅呢位。冇啊，好少聯絡，而家因為自己好忙，係。覺唔覺得都係好事啊？開心事啊！如果佢真係可以做媽咪嘅話，咁行內有所有合作過嘅同事，其實都有咩喜事都值得慶祝嘅，係咯。不過你自己問翻佢啦。幾時到你啊？冇咁快，冇咁快。